我免费啦！咦、啊，不不不不，是我的 TNT 免费啦！不理解欢乐模组，我们每次往地上放的 TNT 都会比上一次多一个，也就是说第一次放的是一个，第二次放的是两个，第三次放的是三个，到最后我甚至能一下子用 TNT 覆盖整个 MC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用这堆 TNT 找到钻石，大家快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吧！找不到钻石我就去把村庄给炸了。讲讲，现在我的 TNT 已经到达四倍了，放一个就等于放四个，我点。不行啊，四个 TNT 不给进啊，我要再多一点，五个、六个。哎，等等等等，不小心放到火上去了，等一下，不要炸，先让我上去。成功做出铁镐，接下来就是要把洞炸得超级深，然后挖钻石。我炸，区区僵尸和蜘蛛还想阻止我找到钻石，都给我炸了。TNT 大城堡制作完成，为了防止自己被炸死，我再建一面墙，然后引爆。啊，在上面那个没点到，浪费了呀！继续炸，看我今天一路炸到基岩去，一定要在64个 TNT 内找到基岩。哎，等一下，假如我把摆出来的 TNT 打了再放回去，然后重新放出来，变成好几倍，那我岂不是有用不完的 TNT 了？这不随便乱炸，哦吼，太棒了！这下就不用担心 TNT 会用完了。哎，不好，我没跳上去，救命！我去，感谢不知名的蜘蛛先生救了我的狗命，虽然我可能不小心把你炸死了。这么大个矿岛里面一定有好东西，快给我钻石！没有钻石我就嘿嘿，我点。啊，好像啥也没有炸出来，连个怪物都没有。嘿嘿，不爱。哎呦，哎，等等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救命！我来报仇了，刚刚就是你们打的我是吧？看我这次不把你们全部……下面的 TNT 吗？怎么会这样子？小伙伴们，我十分痛心，不但没有找到钻石，东西还丢光了。这样的世界留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全都毁灭吧。